家里，你爸爸如果在家里在处理文书上的事，你会变很快。今天当大，今天当大，好可爱啊！对啊，我跟你讲嘛，像我们在公司，我一天有，那一天有，其实家里不是不可以来，你都会减少。好，那我要说出第二个。他已经冰虾炒饭了。是，刚刚特别切切好了，很快。是哇，他的叫猪肉，他们叫你弄那个猪肉卷猪肉，无法。没有，猪肉卷猪肉只是一个，是一个综艺而已。其实我猪肉里面我会准备东西啊，不能猪肉啊，不类似这种一个去改变它一个运动。对，公司菜就不行，公司菜就没有办法加里的。第一好像花时间，外面的啊，猪肉的成本在外面吗？这个能不适用吗？不是说吃东西都越吃越简单就好。在做猪吧，我在录影，录影干嘛？你不在讲怎么做菜吗？你没有啦，哦，我在做菜。我在录影。哎，是是是。我录影很吓人，等一下不晓得怎么反应。我在录影哎，是不是林老师？快！林老师，垃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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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敢了，你们不敢了，你们不敢了，出来。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
安娜。